Hello，然后架这个来拍摄，那拍摄怎么切这个东西？OK，先讲解一下，等一下再带过来。那我先用铁公夹子把它画好了。通常是从这边开始剪，通常从这开始切。这个很好用，OK 了。等一下脚架就架那边了，然后其实这个没什么意思啊，就是分享一下怎么用的。我用的切柄是这个，觉得还不错用，很可爱，红色的。哎呀，OK，然后。有点冷了，不想太想吹入电风扇了。等下吹，等下开小一点这样就好。我还是想把它分成灰，那个灰尘吹走了。哎呀，就这样子。然后赶快帮它切一切，可以点就点，不可以点我等下要休息。OK。哎呀，夹在这边。哎，上来一点。好了，架好了。果然真的有点冷，开小一点就好。还是会起雾了。好冷，不想吸那个，还是会起雾。这个很好用，可是撑不了多久。口罩我真的是已经戴了19年了，我从当学徒的时候就戴到现在，已经19年了。也不是因为这次疫情这样子才戴口罩，还好啦，没有很那个啦，冷空气这样吹，其实等一下就比较不会起雾了。然后透明的这个哈，这个很好用，真的，有点脏哎。擦一下，其实这个最后很脏，真的是拿来改我焊接的面罩。因为这个用久会刮花掉。那最后就是拿来改我的那面罩，啊，好冷。OK， 我等下就切一根拍给大家看。OK，
你先把电风扇关掉。OK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它其实这样切过去啊，切口是很平整，而且不会说那个巴力也其实不会很多，你看它。马里亚其实不会很多，台湾细金刚，我是同村叫的，那个细金刚，不不嘎嘎，会比较好用，真的，所以到150都是这样子的。细金刚我做到最大，最大的是那个，好像200型的，那个很大只，真的。哎呀，分享到这边呢，我要继续把这些剩下的切一切。剩下来的影片可能会拍缩时摄影 ，OK， 好了，好 ，OK， 拜拜，再见 ，OK， 这段就到这边了哈，接下来就是缩时摄影了，拜拜，再见。